拿到熊大和兔兔图案的房卡马上吸引民众注意力，而且更特别的是一路从电梯房门到房间摆设备品全都有 Life Friends 的主题设计。原来是力宝乐园度假区旗下饭店和 Life Friends 联名合作，抢攻暑假国旅商机。不止打造主题房，中部地标之一的384公尺高的摩天轮，沙莉和熊美等角色也全都登上车厢。除了有个别专属空间，还有3座告白车厢，兼具功能性，让民众甜蜜欢度暑假。不是一个单一的饭店而已，它是一个完整度假区的布局。主题饭店也已经迈入第10周年，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更新的，让大家更有不同体验的一个地方。抢攻暑假国旅商机，业者各出奇招。宜兰绿武国际观光饭店看准疫情期间民众闷了好久，推出浓浓日式沉浸体验，游客换上浴衣入住合适套房，体验日式料理和风旅浴场。疫情已经逐渐的降温，已经回到了暑期该有的水准。那我们今年呢，也其实又更超越去年。不让中台湾、北台湾饭店业者专美于前，台南和义饭店和高雄福华大饭店也分别和卡通频道及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合作推出主题房，还赠送限定周边备品。在国境解封前，这波后疫情暑假国旅财，各大饭店说什么都不能放过。经新闻曹维生、钟成良、赖文中采访报道。